相接了，头尾相接了。右边的是入关表，左边的是太子爷宫的神像啊。哎，好像是十五公尺的神像，好像头尾要相接了。对，可能要在这边等尾巴会过去了，然后要入庙了。真要去了，还要入庙，庙在北边。小戴维，保安公。小戴维，保安公，斗鱼，保安公。要入庙了。晚上拍的效果不清楚。Thank you.
哼，这翻译机。左边是保安宫，先绕境，先绕村庄再入庙。他刚才教我们四零街，有街叫，太子宫的主委王宪章先生道亲，关心这个绕境，骑机车出来会很环保的。没有坐大车，骑机车行动比较方便。要进活动，大将公庙，辛苦辛苦，走一整天呢。咬到酸了，庙会活动真辛苦啊！要走一整天了。摇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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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摇Thank you.
哦，要放，放烟先放。哦，对对对，哦，再等再等。放一点才会烫。哎呦，他没吃了。吃饭了，你那些吃了吗？他没吃，他不吃，吃明天啊，他不吃明天。弄我开了，弄我开了，哦，哇，开到开了。赵姓原本是先去五间厝的居住，回来才是经过九寨沟后。正南边，大堂旁正南边，嗯，我讲你，你讲啥子叫他？啊，对，大堂旁。大堂旁，大堂旁，我讲你。先到建王庙，还有寺庙。哦，要整个村庄绕一下。
跳那种。然后，然后，哈哈，然后。哦，哦，真搞，真搞，真真得济哦，真搞，真搞。哦，真搞，真搞。哎呀。哦，真搞，真搞，应该得济。原来这是迄小戴，小戴真有大地庙啊！原来对这入来就是，来咧神武台地庙啦。拜祖先的叫做拜天公的，拜天公是北线桥叫拜三公的，拜三公的是拜天公祭，他是五虎王公，太子公拜天公的五虎王，然后呢，祖庙的祖，有人国义后，有人国义后。手机哦，越久拍起来的时候，颜色哦变得红，不同手机拍出来的效果不一样。
家绕境劳动，太子宫绕境劳动，金陵西部九里，九个里绕境劳动。小五跟后啦，有新鞋庄啦，铁线桥啦，新鞋庄啦，四重桥啦，花仔啦，还有脚带啊，太子里太南里区，第三天三天绕境，第三天然后绕太子宫，今年小太太够了，今年太子宫绕境劳动三天，第一天早上先到五间厝五间厝，黄龙公园二，就新捷庄林武公园二，铁线桥，捷南庙旧通济宫，开山宫哦，然后新的通济宫，终于到从新通济宫啊，停了休息。下午再到姑爷的，姑爷带天女去东，去同井，去当山，还有那个安乐宫，然后挖在朝龙宫，然后再带往东到九寨，再回太子宫途中再到九寨，九寨先绕境。
先到真如大帝庙，然后要到保安宫，先到真如大帝庙，然后还要到保安宫。要供奉弥勒祖师，弥勒财神也不太会算，弥勒。天天上帝啊，然后七星宝剑，要到保安宫那边了，不然拍不到了。也有很多大家好，我们辛苦，我们辛苦，然后大家好。